今日的主题是我们蛋跟五星不能够吃，因为所有的细菌病毒呢，现在造成我们所有的人类能够有机会呢静下来，静下来，静下来看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了？为什么淫乱这么不可思议呢？因为淫乱在我们身心里面的当中。您假设这个淫不除的话，纵有多智，禅定现前，如不断也，必落魔道。上品魔王，中品魔女，中品魔女，下品就魔女了。所以我们也看到，在楞严经这边，我们也特别让大众能够来学习呢。在大脑内部里面非常多的变化，从我们的激素，这是我们的脑下垂体的激素。因为脑下垂体，对，只有脑下垂体，它是透过我们的生长、甲状腺、生育以及所有的压力，所以脑下垂体有分前后。对，因为激素非常重要，我们为了让催产素跟尿激素，最重要的是所有的生命里面的当中，都能够要让我们学习一次又一次的能够懂。懂得我们内心里面当中也只有明理，你明白之后，这个信业啊，也就是根尘境的作用的时候，您就可以将所有的一切发生出来的达到最好的答案了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五星里面呢，熟食会发淫，生蛋会吃生的会生气，这是从我们的达摩宝传记载，修行人吃五星呢，春会伤肾，肾会伤心，韭菜我们所谓心曲呢会伤肝，还有烟伤肺，还有这一些我们菜里面为什么五星里面对修行人，你要修得五气朝元，必须要借着五星，因为我们也刚看到了，你不借的话会产生淫乱的。所以在楞严经里面就是要让我们学习，所以大众可以看到呢，楞严经的殊胜是要让我们从我们自身明白了，所以您明白之后才能够感受到佛的慈悲。今天侍奉在佛摩沙，在台湾，在泰麻里，在永明佛寺里面，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佛的慈悲，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将真理、戒、定、慧、三无漏学应用在日常生活中，能够透过我们自身，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呢，就如同细胞膜、细胞膜，我们如何守护我们的这一颗心，我们要从内眼睛来理解的。比如说，我们诚心保护，如是修菩提者，我当尽心至诚保护，念起一生所作如愿了。所以你愿意呢？去掉五星杀盗淫妄酒，我们出家人是淫杀盗妄酒，只要你有这颗心，我们希望能够带给人类呢也真正的平安，每一个人他都能够将生命里面最圆满的透过我们每个当下能够学习。所以大众了解到呢，肉体虽然是臭皮囊，但是我们学习一切如此的重要了。祝福你们，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大众记得了哈，但不能吃，在我们的大宝基金的1150，在正义阿含经，以及在我们的广义法门经里面杂含经21，还有楞严经的第6卷，我们学了之后了解到淫乱是我们邪淫是造成我们苦难的，也希望今天所有的主题能够让心想事成，看到影片传出去者因为明理了，你能够绽放光明，也祝福你在这一刻感受到佛的慈悲。